係咯，因為我就喺嗰個位落 stand 嘛。有大大個巴士站。冇人叫你食粥噶嘛，叫坐低講嘢啊啲嘢。係，你未大下，你未大下，咪下個少少咯。再下手啲啲嘢，慢啲食先。啱啊，你又行過少少啦。你會見到，你會見到呢個咩噶嘛？見到煤氣公司咧，係煤氣公司與中國之間嘅。明白嗎？你見到粥泡嘛？係嘛？有冇見到粥泡先？而家唔係嗰個，你係你而家行到去中銀啊嘛？咁你會應該會，如果你行過嗰度，一向前行，彌敦道嗰條路行喎，彌敦道條街行喎，係咪？你而家行喺環街啦，唔使問。彌敦道嗰邊行，彌敦道方向，咁你會行，唔係警署，警署嘅你，即係你會，你啱出位就啱嘅啦，即係你向前面行咯，你一行出嚟彌敦道嚟㗎嘛，你向前面行，你會見到富林大酒樓嗰個方向㗎，你會見到幾間酒樓喺街尾嗰度㗎。你行出少少睇下，大大個招牌砸都砸死你啦！你會見到，你見到煤氣公司嘅，跟住你會你見到大班啲麵包鋪、煤氣公司，跟住會見到惠康。如果唔識嘅問人，惠康喺邊度？你有知方向？根本就係爭。前面條街啫嘛，咁你聯合廣場嘅另一邊方向啊，反方向啊。如果你聯合廣場嗰邊就係正嘅話，咁就反方向行。你會見到好大個富林酒樓招牌。你出個位啱啦，頭先。咁你見唔見到嗰度有巴士站嘅燭火啊？係咪有燭火？係啦，沙灘有燭火啊嘛。我而家體重啊，未過美孚啊，好快啫，幾個字啫。你坐下嗰度等下我啦，企咗好耐嘅。飲杯豆漿先咯。豆漿又好肥，咁啊好啊，咁啊好啊，我依家同你飲礦泉水啊，得啦，我咪同你飲礦泉水啦，依家。差幾多熱度啦？差唔多啦，同嗰陣時。係啊係啊。十樓 B 啊。十樓 B 啦，你唔知就咁你點係你撳 lift 上去啊？都會跳落翻嚟嘅十樓 B 啊，你未達下十樓 B 係啊？你跟住跌翻Thank you.
Thank you.